China's first granular water-soluble fertilizer, Cocoly is exported to 46 countries. 大家好，我们来到了阿鲁克沁旗，来到大哥这个葵花地里边。大哥今年呢用了咱们巧克力。首先咱问一下大哥，现在咱种了那个葵花的有多少亩？50多亩地。咱们用巧克力是用了一遍是吧？用一遍。大哥冲完巧克力以后，从您这方面观察到的话，咱们巧克力效果表现在什么地方？比别的肥好多了，饱满度也好。啊，杆比较粗壮。对对，茎盘子比较大，增产应该比较好。对 对，因为有些它那个里边空盘，它空心，我们巧克力几乎不空心，这样的话肯定后期增产是没问题的。没问题。每年种庄稼都不长庄稼，今年早上种葵花用你的巧克力吧，但是庄稼长得特别好。用了巧克力，感觉大哥非常满意了。哎，这非常满意。这片是种了多少地？接近40亩地，全葵花。然后现在来看的话，咱那个盘挺大，然后那个挺匀实。不至于他们那个好地是吧？对，巧克力就是确实给我一种就是丰收感觉，知道吧？巧克力确实让人满意，它给这个作物有一种就是那个充实感，给人一种也是一种充实感。然后今年特别好，今年以后我继续用。咱们用了巧克力效果满意吧？满意。就是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？您可以说一下吗？看着那个茎杆挺粗的，反正那个盘子挺大的。葵花这个头我们叫盘哈，葵花盘，挺大。就是很均匀，而且呢到现在的话下边没有那个黄叶啊，不早衰。你看叶片啊非常大厚实，非常旺盛。那巧克力满意吧大姐？满意，非常满意。是吧？种了几年了？用2年。去年用的就那个效果满意吧？特别好，去年冲2遍，今年冲了4遍。效果特别好。去年我花价格是7块多钱买的是吧？7.6块，比那个林地没有使用巧克力的多卖1块多钱，我记得1块多，产量还多了呢是吗？对，现在能达到500斤左右吧。是不是比那个林地能多500多斤？那效果好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葵花的杆子呀、茎啊，包括葵花盘啊、仁啊、籽儿啊，长得都特别好，就是精品中的精品了。货主是不是来看了是吧？来看过。是不是价格给的也是比别人的要好？要好多好多。今天肯定还得用，还得用是吧？对对对，这也对我们的支持。Cocoly。